吃什么呀？吃过这个，小客厅是吧？对，它这里属于嗯，然后这里是饭，这是我最关心的厨房。这边很多房子都是这种，中间给它隔开了。想喝咖啡啊。
个厨房应该是我比较喜欢的。白花是有毒的耶，是我们家的那种，怎么这么多啊？哇，太好看了这个地方。喜欢那种进来就比较宽敞，我们全部都看到的那种。这个柜子的颜色好深啊！哇，厨房也很大呀。我们还要吃饭呢，不要睡了。Honey，他的头老掉下来，我要给他扶着。哎呀！